模式吧，在游戏中捕获。 开始 Pokémon Trainer 吧。 旋转转盘来决定据点，发现神奇宝贝是非常强力的神奇宝贝。Shiny，Snowball，Snake。 战斗开始，第一回合，超梦的斗争本能觉醒了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，很好的判断，果冻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凭借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量。 按下右键按钮来停止转动条吧。释放，上吧，终极技能。扫地上，捕获机会。 使用辅助攻击，中要害了！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小心啊！ 这是捕获神奇宝贝的机会，生存奖励。按下球体按钮停止轮盘吧。
是超级酒。选择想带回去的神奇宝贝吧。对象和用你的神奇宝贝交换对方的神奇宝贝吗？神奇宝贝资料传送。